Hello，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我们今天来玩一款 PS4 上游戏啊。这个游戏呢是在这个阿尔法 demo 阶段啊。游戏呢叫做《人王》啊，精进人王啊，不是那个是家破人亡的人王，其实也不是啊，就叫人王啊，五人的人啊，王者的王啊，应该就是这个坚果中的这个王者啊，人王是吧？人王。不知道他是瓜子仁啊，还是核桃仁啊，还是花生仁啊，这个样子啊。好了，我们来先开始这个游戏。据说这个游戏啊，目前这个版本啊，非常的蛋疼啊，比黑魂还难。这个主角的这个长相长得有点过于像杰洛特了一点。这个游戏光荣出的啊，这个风格真的好像杰洛特啊。庆长五年1600年，我们先来调查一下啊，身上感觉像是有个魂的感觉。状态选单这边可以拾取，哎，拿到一把这个打刀，然后状态选单我们来可以看一下啊，状态选单啊，哪个是状态选单？你这个东西啊，有了，完全不是嘛？他的这个哦，好了好了，有了啊，这应该是近战武器，我们先把这个打刀啊给它弄上来，近战武器二啊就没什么可用的了。那么拿上这把打刀，我们可以往前走了吧？啊。那么怎么战斗呢？我们先来试一下这个按键啊，完全试不出来。哦，把刀拿出来了 ，soga， 这样的话大概就懂了，大概就懂了。这边什么种血刀种等级一，与狂狮战斗啊，这应该是死在这里的人的这个灵魂啊，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死的。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他们死亡前的这个优美的景象，是吧？你大爷！我再干他一下，妈了个蛋的！我先看看，这是防御啊，然后这个是冲刺，这是劈砍，这应该是重击。OK， 再来一下啊！我就不信了啊！你有多牛逼是吧？防御！哎，给老子死！给大哥！刚刚我们搂死这个家伙，好像又复活了。我开错了，我靠！哎，兄弟，我点错了，我是要点我自己的尸体啊。咱们有事好商量好吗？大哥，兄弟，稳住。哦，我这把什么都没有了啊，但是我们还要再劈一次这个家伙，这点还是比较这个坑爹的啊。他这点甭说坑爹，他这点和这个黑魂非常的相似啊，非常的相似。我调查这边应该没事吧？啊，果然没事，太好了，吓死爸爸了啊！地上这种魂咱们就不拿了啊。我们是有这个前车之鉴的，好不啦？对，这种东西咱们不要点啊，跟这个主线没有任何的关系啊，没有任何的关系。我们不要没事找事，是不是？哎，兄弟，哎，这家伙是哦，这家伙真的是死的，看我背刺他啊，看我背刺的，嘿，操，被发现，先干死。你这个跟我斗，你是真的嫩很多啊，嫩很多，好。继续来啊，继续来，继续劈砍，先闪，好，他的这个闪避的这个距，哎呀，这个地方啊，这把我知道怎么打啊，我知道怎么打，这边有两个人对吧？啊，我们走这边，哎，这才是一个职业的玩家的战斗素养是吧？哎，打不过我们就溜啊。等回过头来，如果有朝一日我升了级，我再回来弄你啊！什么？这边有这个变更驾驶，按这个 R1， 好，变更这个驾驶，这是一个劈砍的驾驶啊。然后这个呢，是一个看看什么样的驾驶啊？然后这是收刀，然后这个是下劈，然后这个是啊槽劈啊，要不是那个横劈啊，这个呢是这个是下劈。啊，这个才是下劈，我们来试一下啊，回，这样我们来给他一刀，再躲一下啊，这个下劈的这个，试试这个翻滚，还不错啊，他这个下劈的速度有点慢，虽然说杀伤力感觉还不错啊 ，OK 啊，你看这个渐渐掌握了这个游戏的手感了之后啊，倒也没有什么特别难，他的这个整体的操作手感要比黑魂活一点啊，比黑魂活一点啊。这些血刀种什么的我们就不要去野护他就对了啊。这边有两个敌人啊，我们先干掉这个，呼了呀，好，
好，这个家伙过来了啊，哎，好啊，你这种档次的敌人，是吧？只配被我无情的，哎，没劲了，操！哎，没，大哥，哥，被我无情的劈死，好的，搞定啊！吓尿老子了！哟，又一把这个太刀啊！但是这把太刀跟之前那把太刀好像看起来是没有什么任何区别。两个人啊，这边有哎呦！咱们冷静一点，兄弟啊！咱这个人在江湖混，谁求不着谁呀、啊？哥，我就是个怂蛋，好吗？我只是在这里路过啊，没人追上来吧 ？What the fuck？ 先冲到这里来，然后按住防御，好，去死！哈，哈，来 ，come on baby，you motherfucker， 再见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来掉个啥？啊，爽！是两只还是三只？是两只啊，是两只。我们先发制人，弄死一个。好，后退。OK， 上面有个火箭啊，没事，我们给引下来。哦 ，Come on，No， 挡一下。OK， 没耐了，大爷的。好，挡一下。这把怎么办呢？这个地方真心是不是那么好打的啊？先把这边这个落单的家伙给他做了啊！先把这个家伙给他做了。有落单的人不干是吧？落单就要被轮啊！我们玩魔兽世界时候有个地名啊，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一点是吧？哎，在魔兽世界啊，这个铁炉堡刚出来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叫什么？落单轮啊，就是在告诉你，如果你落单，一定要被轮。妈的，我被他阴了！我操，这个孙子！我操，王大锤啊 ！shit， 来，嘿，最后一批，好的啊，那么这把剩一个剩射火箭的了，这就没什么难的了，对吧？你是个远程啊，在我这里就是人为刀俎，不是我为刀俎，你以为这不是光，他会刀，我靠，他不单单是个会射的人啊，他同时也是个会捅的人啊，这个。对吧？哎，射和捅，射捅不分家呀！啊 ，Hi， I'm here， fucker， your mother， fucker， 再见！嚯、哦，好险！险些被阴了！再来，来吧！三剑要你命啊，没要成啊，那就四剑啊。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套连击解决不了的，如果有那就两套，对吧？嗯，哎，吓我一跳！哇，对不起，我打扰你拉屎了啊！他一定是在这里拉屎被我撞见了，哇，恼羞成怒啊！哎呀，对不起，非礼勿视！哎呀，好香啊！啊，吓死我了！哇，这个游戏跟恐怖游戏一样哈！接着往前推。这里还有一只，我希望你是一个落单的人，是吧？然后你就被我轮啊！故事，这才是标准版的故事啊！这才是标准版的故事。好，我们来注意一下前面的情况啊！我的武器耐久不是很给力了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觉得好像这里情况不大对，因为我刚刚锁定了一个在我脚边的东西。就是这个玩意儿，看到没有？太坑爹了啊！幸亏我发现的早，不然我他妈死定了。哦，别，兄弟，不会是秒杀吧？并不是秒杀，还好，并不是秒杀，挺讲究的。那我们先跟他溜一下，等他过来。好。不搞基，哥，不搞基啊！先吃个药，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啊！
如果我现在死了，我他妈我不玩了，我现在要是死了，我就不玩了，再见。我能跑吗？哎，怎么萎了？是吧？打不过我总可以跑吧？现在肯定是打不过呀。好，赶紧下去。我觉得我还是有活路啊，我觉得我还是有活路的啊。从这边捡到一个，先掉个茶，然后看吧，看到没有？胆子就那么大啊！被人追杀，依旧是敢从从容容的，该捡战利品捡战利品，就是这么狂啊！好的，再捡一波。哦，我找到正儿八经的地方了啊！哦，七刀，哦。哦，得救了。他好像没有修理的这个选项啊，完全没有修理的这个选项。那我怎么接着往前走，大哥？我觉得我会死啊。然后这边过来的话，就是我们一开始那条路，看到没有？然后我们现在要从，因为我们开了一个捷径啊，可以从后面直接过去。哇，这个捷径也是费尽了千辛万苦才开出来的啊。但是真的，我觉得现在这个武器的耐久是个问题啊。刚刚没有看到可以修武器的地方啊。那么这样一来呢，我们的武器耐久就有点。过于吃紧。好，我们先上位再说啊。啊，注意啊，我们刚刚踩过萤火了，这家伙还会再出来的啊。耶，哪去了？啊，来了。你看他这一下子干掉我们的精力相当可怕，所以对付他的话就不要使用防御了啊，闪避比较好一些。好，留一点精力啊，千万不要精力，如果我们一旦力竭的话，是会在这个原地啊趴下喘息。哎，我操，他在我被我砍的同时居然能反击。好吧，我们先走一会儿再说啊。这个是我这个没有想到的啊，比想象中要牛逼一点啊。精密射击，按住 L2 再按 R2 啊。好，那么也就是说啊，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弓装上。好，还是一把蓝色的长弓啊，有种这个浓浓的网游的感觉哈，还带这个蓝色的长弓，我靠，啊，有没有紫色？有没有橙装是吧？我这个比较关心这个问题是吧？有没有橙装？这样一来啊，这边都已经装备完毕了啊，然后按 L1，这是拉弓啊，这是拉弓，然后在这边我们可以射它玩是吧？哦 ，so good， 就是这么个玩法。但是我们是要从这里下去嘛？看一下路啊，哦呦。这个地方一点都不想跳好不好，但是看这个标记啊，是这边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啊，我们等他给我们一个机会是吧，我只需要一个机会。等他干嘛呢？这边是可以下去的，我直接跳下去好了，不然会摔死，摔死就尴尬了是吧？不会啊，这里有一个台阶，那用剑干嘛呀？我直接拿刀劈死他不就完了吗？是不是？嗨，这儿呢，嗨是吧？来，你打我一下，我还你一下。哎，这就叫礼尚往来啊，这就叫啊礼尚往来。再见。来，掉个啥 ？Hello， 我觉得这个地方啊要危险啊。慢慢的举刀进来。好，看到一个啊，看到一个，冲过来，直接跟他莽死。一个，我操！不行啊，不要连击啊，不要连！尼玛，这些人啊！哦 ，the shit！ 直接穿过去啊！我可不跟他们玩啊！大哥，高人处岂饶人啊！山水有相逢，人约黄昏后，小树林也是可以的。三个人在那边等着我来，这家伙好像是一个人啊，这家伙应该是一个人，我们把这个家伙弄掉，旁边这家伙现在应该没什么威胁啊，是吧？我们把这个家伙弄掉应该是可以的。我觉得有人看到我了的感觉啊。这边可以出去吗？好，可以出去啊。上诉我了，哎，这就不好玩。也就是说，哥，我错了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没看到你在家啊。我如果知道你在家，我就先杀了你再偷东西，这事闹得多尴尬是吧？啊，哦 ，OK，
拿东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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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到了什么护符啊这样的东西。然后我手里这把武器又不行了，那么换这一把啊，换这一把，来，这个也干掉他。我这儿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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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三件跑，恢复啊，恢复，来来来，哦哦哦 ，come on， 好，搞定。说英文没问题啊，我们这个白狼杰洛特嘛，哈哈哈哈，欧美武士啊，欧美武士，嗯，这样我们先来找一个这个安全点的地方待一下啊，看看我们刚刚是拿到了什么战利品再说，哈哈，拿到什么战利品才是真的啊。这边也可以学习技能这个样子啊，中下段专用，我现在比较喜欢用上段机是吧？聚合，哦，上段驾驶专用，连击之后接跳砍。哦，这个不错啊，咱们学一个啊。然后上段防守，我比较喜欢上段，是吧？上段攻击伤害增加，然后这边是上段攻击精力减少，然后这个也不错啊，也给他学到。然后我们有了上段之后啊，我们最好再学一个下段专用啊，懂吧？最好是再学一个下段专用。否则的话，这个到时候有可能会有些敌人，你突然会发现，哦，这帮王八蛋，啊，这帮王八蛋这个上段打不到，是吧？很有可能会有这种敌人啊。嗯，好，这些东西就不管他了啊，走上路吧，杰洛特。那么在这个位置，我们就要小心一点。我们的目标呢，大概是要从这边走啊，但是这个锁打，所以说我们要从这个门出去，从这个门出去，我就比较担心被他看到，真的比较担心被他看到。好。这傻逼没看见啊！再见，哈哈哈哈，好爽啊！吓死我了，吓死宝宝了！要被发现的话，那就坑爹了啊！哇，这什么玩意儿？刀种，这是个鸟，我们不管它啊！我们刚啊，这个鸟好像是我们之前死掉的一个东西，但是我们从这个地方出来之后，好像发现了个问题，我们过不去，是吧？这里过不去，我们还是要干那帮人。肯定他们之中某个人身上有一个叫钥匙的这样一个东西啊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先进屋啊，我们先不在外面唠，是吧？哎，唠五块钱是没意思啊，我们进屋唠十块的，而且屋里啊一般有大活啊，有大活，屋外都是小活嘛。好，举刀，举刀，往里蹭，暂时没什么事啊。好，过来拿一个。你看前面一定是有什么东西啊！不要告诉我是 boss 啊 ！What the fuck！ 哎呀 ，yes 哥哥哥！哎，我们往外跑跑，咱们上外面打，上外面打啊！来，回啊！这个家伙有点强力啊，有点强力，拉开距离啊，磕一个。再喝一个，这是应该是军粮丸啊，军粮丸这个样子，我看我能不能防住他，防一下还可以，防一下还可以，那我大概知道怎么打，是吧？打这种家伙就是找感觉嘛，哎，然后砍一下，哎，我操，先砍一刀再说，大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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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不好玩，这样不好玩，真的一点都不好玩，啊 shit， 好来了来了来了，哎，大哥大哥大哥，上来顶我一下，我靠！我出去看看能不能用远程的方式磨他一波啊，是吧？我觉得他的这个移动速度还是比较一般啊，还是比较一般的。我们先锁到他啊，锁到他，然后跟他来一波啊，射一下，好，继续啊，再射一下，然后躲一下，躲一下 ，OK， 再来，你看这个还是可以的嘛，是吧？好像感觉可以，哈哈，哎，怂逼专用战法啊，这是，哎呦呦，但我们现在打的都是他的盔甲啊，盔甲还没破呢啊，我们小心一点，不要往这个。不该去的地方去啊！有些地方如果我们过去的话，会引到后面的怪，是吧？我们之前已经见识过那些怪啊，这个叫什么来着？草丛三季友，对对对，草丛三季友，小心点啊！我不知道我有多少剑，我没剑了。Holy shit， 这他妈就很尴尬了啊！没剑了，这就很尴尬了，是吧？如果我有足够的剑的话，活活磨死他。我换个姿势啊，换个姿势啊！我们之前的那个。下劈的那个姿势会有一点这个怎么说呢，速度有点不太好，我们观察他的这个战斗方式啊，来再来，他会这样一下，然后应该会冲一下，对的对的对的，基本上是懂，他第二个他第二只拖屎我觉得应该是不能踩的啊，
应该是不能踩，应该是不能踩的。关键是这样砍的话，我们这会儿全在一直在砍他的盾，对吧？哈，他的血不掉的。哎呦，这下，哎呦，操！闪！要完要完要完啊！要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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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是吧？打不过你，我这期视频要是打不过你，我岂不就是认怂了吗？对不对？是吧？咱们早得把他干死。再来 ，Come on baby！ 好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啊！我觉得应该是有戏啊，应该有戏。小虫，我就懂你的套路啊，你的套路我是懂的。再来，哎哎，有点远，好，轻轻搞一波啊，一刀就行，咱们千万不要贪刀。哎，千万不要，哎呦呦呦，这个灯啊，救了你一命啊，这个石灯救了你一命。再来。看吧，肥肥，小心小心，最后一下了，最后一下了。哎呦，这一下，这一下呀，还差最后一击，我们跟他游走啊。好。Oh yes, yeah, yes。啊，你看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可怕的嘛，是吧？啊，有些敌人就是我们要稳重起来的话没什么难打，他总体来说不难啊，不难。来调查一下啊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次玩的游戏人王啊，很多的设置上呢看起来确实比较像这个黑魂啊，确实比较像这个黑魂。那么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这两天他这个 demo 版啊在这个在不是 Steam 啊，在这个 PS4 的这个商城啊是可以免费下载的，大家有 PS4 的话可以来玩一下。来，哎呀，我怎么也开始打嗝了呢？被中国暴雨传染了吗？大家如果有 PS4 的话可以来下载一下啊，来体验一下这一款怎么说还算是比较精彩的游戏吧。总体来说还算是比较精彩啊。好了，那么咱们本期的视频呢就到这里，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啊，记得订阅我的这个空间啊。哎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